尼奇尔南达，大家好，我叫叶青兰，很开心在这里和你们分享我的收获和感悟。当我看到、听到尼加南达上师的开示，听到他的这个引领，听到他的这个声音、他的举动、他的笑声，我会感受到源源不断的这种能量场在撼动和震动着我。或许是因为我的内心有一份这种纯净的善良，或许是因为我自己也愿意去得到这样的一种天堂，这种没有争斗、没有任何的这种恐惧、没有任何的这种压迫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环境。所以我喜欢他的微笑，我喜欢他的开示，我喜欢跟他在一起这样的一个能量场里面去感受他的这种能量场，聆听他的这种声音，聆听他的每一个细节和动作，我感受到我与他同在，这种穿透帮我洗礼我很多很多这种伤痛，洗礼我很多很多我这种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的这些层面的这些东西。我真的非常感恩尼加南达上师他的存在来到我们地球，为我们扫描清理我们的二元对立的这样的一个空间，让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去阐释我们自己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人，这样的一个生命体如何去真真正正去发光，散发你自己自身的一种生命活力出来，去丰富别人。我感觉他真的每一句话都是能量石，每一句话都涵盖了太多太多的这种无上的这种智慧啊，他的存在真的是给我自己很大的一种穿透和引领和影响。我也愿意真的追随尼加南达老师上师，去真真正正走上这样的一条圆满光明大道。感恩李安真的引领，感恩李安真的这个引导，让我可以接受到这么美好的一个上师。谢谢，谢谢上师，谢谢你们，感恩一切。